那这个角等于这个角，然后这个角等于这个角，所以这个角就等于这个角，所以画圈圈。然后再来做个垂线下来，然后我们这样子知道，因为这个角等于这个角，然后这个角是九十度，这也是九十度，所以这个角就等于这个角，所以圈圈加叉等于九十度，所以圈圈加叉这里等于九十度，所以就是一个什么东西？这样子对。对嘛？